恋情没有出来吗？恋情哦。出来了，刚出来了。他家里有我们的红色一个一卡那边。他来了，他要去打火。把他干掉吗？把他怪死了，小贱！啊，又死了。这叫八趴。阿文啊！开炮了！帮男模开炮。你们他很难猜吗？看一下恋情有没有出来，是吧？他目前没有，没有，他就跑出去了，刚出去而已。他在哪？他刚出来而已。我一直打你离他太远了。离卡近一点。没错。干掉。干掉不是死定了。我动不了。那就是死定了。但为什么我有加一本兄弟的？平常这个 MVP 是你的啊？我们你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 MVP 是你。为什么？奇怪，不是你们赢吗？怎么是我分数最高呢？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办？恋情没出来了，他洗补就好，赶快开他吧。哦，我很努力了哎，哭了吗？挂了，挂了，小弟冲过来了哎，小弟快点把这个打开掉，又赢了，手机撑不下了，可以啊，他开三分之一的嘞。
我被狗咬骂了。多了，可是洗吗？怎么洗这么久？快破了吗？快破了，快破了！我这边快结束了。哦，我这边。平均来了，平均来了，这边快安静。耶、yeah ！干吧！晚上要怎么打？晚上要怎么打？我是先是打杀热，再是打低调的。好。你为什么小心冲过来不会死掉吗？你只要打破一个词，不用打破他的。对啊，他们都是打塔，真的烦的，然后在那边浪费时间。小雨，小雨有没有在阿西？有啊，所以下面。打塔不是你们不打人没有就不要打，就不要打人，那你们就专心去拆塔，然后在那边跟他们浪费时间，讲了又不打。小雨，我不是在说你吗？哈、哦，不是吗？跟你讲，你一开始就放弃，一个人先放弃，先去拆掉他们一座塔，然后再回来打水晶，时间就自由。你知道怎么用人形拆塔吗？我打过83都知道怎么用人形拆塔。不知道，就靠小兵呢、啊。你把小兵全部拉过去，有没有？敌人的小兵跟你自己的小兵全部带到敌人的一塔那边，有没有？然后你把敌人的小兵全部干掉，然后你的小兵就会开始拆那座塔，往那座塔去打。然后拆完以后，你再回去打水晶都来得及。为什么塔不见了？大塔怎么被割掉？这么不见了吗？哎，又话说过一次，还要开始废话。很慢呢、欸，不会累的。单杀无耻，无耻之欲，居然敢拿三杀！我抓到你了，你、抓到我。没关系，赶快去打他。你们打真的打很久了，我真的很想。对啊，打到气死，真的。你们不能去昨天训练他们吗？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，然后这边被打，我又要去补血，然后那边打塔，我又要去拉小怪。连四十都等不出来，我怎么认识你？他在讲谁啦？我知道，谁知道他又想嘴炮什么？反正他现在是没有崩溃的人。太强了！哦，那你们就变坦克吧。我死啊！啊，小雨啊，在那边一直问对方有谁，对方有谁，我就已经在放技能，就已经没有手可以打字了。他还在那边问对方有谁，对方有谁。可以在 RC 啊，你骂他。我朋友在那边。